熟悉温暖的感觉，是否让你回想起在妈妈肚子里那一段漂浮的甜蜜时光？那时的你们只能听着妈妈的声音，感受着妈妈的温暖，享受着母子三人的私人时间。而现在，在爸妈的关爱注视下，能尽情的玩耍戏水，享受着踢踢水的乐趣。谢谢你们健康的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，谢谢你们如此可爱美丽。看着你们健康成长，是爸妈心里最大的骄傲。